为 Mate 60 Pro 横空出世后，就被大陆民众奉为新时代神机，各种奇葩测试纷纷上线。走走走！哇！找来大巴车碾压手机还不够，甚至还用压路机加码上阵，把华为新机捧成无坚不摧的存在。同时，华为在20号宣布全新平板 MatePad Pro 将会在25号的发布会登场，将首度搭载华为独创的星闪技术 Neuralink。它的功耗更低，连接速度更快，更低的时间，更稳定的连接，抗干扰能力更强，应该说这种技术绝对是遥遥领先的。过去在川普政府的制裁下，华为曾经一度被踢出 WiFi 联盟和蓝牙技术联盟，现在 Neuralink 登场，等于是向美国警告要掀起一场蓝牙革命。 WiFi 6 can reach up to 300 meters and what about Neuralink?According to Huawei's data, it's double the range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ies, reaching up to 600 meters. 星闪技术会不会在将来取代蓝牙，值得观察。不过，大陆国家安全部20号再度发表文章，指控美国情报机关建立网攻武器库，窃取中国重要数据资源，甚至直指2009年开始，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就开始入侵华为总部，并持续开展监控。中国晶片真的突破美国封锁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9号在众议院听证会却表示，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华为有能力大规模生产7纳米晶片。She has doubts whether, Huawei can build these kind of chipsets at scale. 但雷蒙多也坦言，华为新机的相关报告让他非常忧心。美国是否会全面封锁华为和中兴，恐怕是评估中的选项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